今天做个硬菜，热上。倒了凉水，蒸上它，蒸就做菜了。那时候啊，木耳和辣椒，搞点闯下油。好嘞，姜蒜爆香，十三姨的哥十三香，少量的酱油，少量的糖，把豆腐包搁里头，少量的盐呐，来点鸡精，打点薄芡。好嘞，你说这个现在得肉片，几个的肉片炒一点会有了好吃。忘了，哎，你说这岁数大，你说这脑子你怎么整？好饭嘞！今天的菜你说硬不硬啊？溜豆腐，这个土豆片那个炒老黄总，捞点大米饭，干酱菜，这是就过节那天剩那个饺馅嘛，牛肉馅，这才一拌饭。掂了一口，掂了一口，完了再喝。嗯，这太香了啊！嗯，就这味儿。哎，这香酱是这，就是那正好吃啊，这香。嗯，就饺馅子吃的还得蘸蒜酱啥的，你就这么炒一下，还得咸呢。这老黄总炒肚面也是下饭面。蘸菜这玩意儿我是冬夏里面打石锅，我就点花，嗯，太咸了，但是不那么咸，吃的就比那酱还咸呢，不得劲儿那种咸。有人老得说这吃饭哪老酥溜派呢，你说农村人吧吃饭也没那么多讲，再说也习惯了，改不改没办法。这香的是真有香的味儿啊！